伙伴们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我昨天说在主页面有六个人，但是好多人给我的评论，你没看他们说，有七个人，七个人，七个人，七个人。伙伴们，你们看到了，真的有七个人吗？第七个人藏在哪里呢？伙伴们，你们发现了吗？那么既然大家都说有七个人，我还是比较相信大家的。现在我们就来寻找一下主页面第七个人，他藏在哪里？看我能找到吗？伙伴们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我们右上角是我们自己第一个，而在新皮肤银灵池第二个，涂鸦使者是第三、第四个，对吧？女生皮肤克瑞尔是第五个，伙伴们，第六个我们把坐骑当做一个，对吧？现在只有六个呀，并且我给大家标注了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他们是六个，对吧？那么大家说的第七个人藏在哪里呢，伙伴们？所以我感觉到特别害怕。但是经过我的寻找，伙伴们，我好像真的发现了第七个人的存在，他就藏在了，伙伴们，大家不要害怕了，被我找到了，他藏在了右上角，你们看，他同时也是一个新的银铃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就是现实特惠这里还有一个银铃，伙伴们，你们还有没有发现其他的人呢？如果你发现了，评论区打出来，谢谢，我会帮你找到的。